八月就100岁了，我们还能再结一次婚吗？李爷爷和张奶奶相守走过50个年头，奶奶常常拿出老照片回忆过往。结婚时的黑白照片是两人最甜蜜的回忆。这一次，我们将帮爷爷奶奶完成婚纱照圆梦计划，让回忆从50年前的黑白照片再一次变回彩色的甜蜜记忆。问阿公，今天拍婚纱开不开心？阿公笑着说，好久没有那么多人来家里了。除了这句话，他没有再多讲，但脸上总是露出满意的笑容。50年的感情伴随着这栋日式老宅，记载着他们的过去，记录了现在的甜蜜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登场的圆梦婚纱拍摄。穿这样，好看吗？来看一下阿公，你看阿公，蛮好看。